盆子要洗，盆子要洗哦。两个一起洗，干，我被困住了。是、哦，帮救我们！啊，我是。救我！我动不了。等一下，停一下，你们先看一下现在的状况。我们所有人都被困住。啊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我要等一下，反正等一下就是一个死胖子，一个死秃头，救命啊！小胖刚刚在游泳，操！干哪的？你干，你还妈，你还敢讲？操你妈！哎、欸，刚刚都是我的，你妈的！那好，你下一关你指挥来。按叉叉、啊，不是很猛，开始啊！重拍，重拍，直接重开。还没开始就吵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、啊、这关是还能好好玩吗？这关又是怎样？这关好像应该是不会换位置吧？尖跟切，我觉得他会换。不要再，这不用习惯。又要坠落了吗？又要坠机了吗？好像会坠机。我来啊，我来负责放汉堡。按、啊、那个阿红就煎肉 ，Abby 跟小勇去切菜。欸、可是，哎、欸，它锅子是这样子的、哦，是分开的哦。你可以自己拿过去弄啊。哦。然后那个 Abby， 你看到有，哎、欸，你是弄什么？哦，你是种菜，好 ，OK。我、哦、蔬菜都先放旁边哦。哎、欸，好吧、啊，好吧、啊，我蔬菜都放旁边。番茄给你一个。番茄我切好。然后想要你去灭火。哦，我有不好的预感，它着火了，等一下。然后阿红，你有好的肉吗？你要讲一下。有、哦、好的，谢谢，好的，好的。哎、欸，北西这个不用切。什么东西？然后我要 cheese， Abby 帮我切一个 cheese。cheese， 对，来了。切 cheese 跟肉，阿红你有肉吗？肉在煎，都在煎。好，那小勇，小勇你放，我看一下。那我等。举啊！谁撞我、啊？你过去一点呐、啊！来，阿红这里。好，给你。好，我来。来拿回去，然后下一个是受不了，这个跟这个，我要切心菜，然后阿红这边，这个我放这边，你肉好了就过去，然后小勇你去帮忙煎肉，你去帮忙煎肉 ，Abby 一个人顾菜就可以。我被你洗了，那個、我被你洗了。盘子要洗，盘子要洗哦。两个一起洗，干，我被困住了。是、哦，帮救我们！啊，我是。救我！我动不了。等一下，停一下，你们先看一下现在的状况。我们所有人都被困住。救我！我被卡住了，再次，没有人可以救你。欸、我们所有人都一起被卡住。那这样子好了，我这样子分配好了，我负责拿灭火器跟那个洗碗。这样会不会比较好？好，可以。好，我当机动的，我当机动的，你就是一直负责你们处理你们。我跟你讲，你的灭火器就从头到尾拿在手上，我们三个人来做菜。这关你爽缺了。终于有一关可以好好的玩灭火器了。我批准你玩灭火器，但是你不要撞到我，你撞到我就扁你。哦、oh, oh, ，好。然后这个来，这个肉给我。我发现、嗯、后面好像不太妙，我只是想洗个盘子，在这边包起来。哎呀，小勇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小勇准备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我撞到胡子大哥了。在那边撞，肉这边放着，放桌上。然后再一个肉，小勇，这边想吐，这边肉放这，盘子。反正我来洗好了，好啊、你不要动好了。Okay, okay, 我觉得， okay, okay. 我觉得，那你，我觉得你就一直拿着灭火器。汉堡好了，汉堡可以走了。啊，我去。哦，这个危险哦，这个危险啊！四个人都被困住，实在太爆笑了。你那个太远了啦。我原来想说大家来洗碗啊，左右为难。下去，我真的。哎，你怎么死了？就是我被举下去了。快点帮灭火！阿红，哎，小勇，救我！快点，救我！救我！下面，我们那边被挡住，救我过，救我过啦！阿红，阿红，先阿过，先阿过。所以，然后再一个汉堡。快啊！什么？好，其实 Abby， 你有空也帮我洗个盘子。哦，那我又被阿红。
大厨的路要让他过，被我抓下去，我的气死！对不起，这个，然后菜跟气势，好，不要动哦。哎呦，出！然后面包肉，这个给我。面包肉跟 cheese， 然后放到救过！哎、欸，小心！哎、欸，我没有撞到你哦、喔，我没有撞到你哦、喔。我要让路给你，谢谢。我只是想让。五指山，过！小勇，旁边着火了！着火出不去啊！好忙，大家都要忙。我的面包，我去洗碗。哎、欸，我要 cheese， 我没有 cheese。几只？哦，等一下！救命！救命！出餐的人被困在出餐口！救命！啊！救命！啊、你这些被包起来！肉好了，好，干你丢到我！等一下，谢谢你的气势。你不是要气势？等一下啦，我先出餐。好，气势！出餐口！出餐口！出餐口一定要救出来！啊！路有被挡到，你们喊医生。路有被挡到，你们喊医生。啊！气死！我需要一块肉。救我过！打架！哦！快跑！啊！我被……看我洗碗的被困住了。我洗碗的被困住了。那个菇肉的，先去救菇肉的。先菇肉的，好，菇好了。肉我来，不要动，给我，还我。菜都没有出那个健康的，救我！我被困在这，小佑！等一下，我被困住了，救命啊！小佑，面包给你啊！欸，小佑，气死，拿去吃！这个好烦。哎、欸，我没有三颗星，我三颗星，六百哇！有人拿灭火器，整个这游戏就不一样了。我跟你讲，所以我们刚刚矿工那关应该也要拿灭火器。对，有一个人要负责拿灭，哎、欸，自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放下来过。你三分钟都在救火，你直接换另一个游戏，灭火先锋。